那个什么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礼拜。你编一编，拿一个一针一编你就编了。我们这个人是这，你看我是多轻。对他肯定加工的话，这就越贵的他加盐加什么越多那样的胶卷。那天买这个我就觉得，哎，拿了一天我觉得很重。没错，因为你看他。对，我们在丽晶那里买的买那个。他那个海参就是加大的已经不是这儿。对，我们买加拿大买。他那个就没有褶了。嗯哼。他在煮的时候，他